真难得，停红绿灯，你看前面有彩虹哎，运气真好。彩虹，看到现在是红灯哦，我不是行进间拍摄哦，不要怕我。大家一个科学，彩虹要怎样才能出现呢？也就前面有湿气，然后呢，而且呢，太阳刚好在背对着你，所以你眼睛才看得到彩虹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如果是前面的人往后看是看不到彩虹，彩虹呢一定是要在背对阳光，